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是，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现在是9月8号星期日，9月8号星期日，现在早上的6:06，我现在要去 pick up my mom and dad， 他们住在离这里不远的 hotel， 然后要去接他们。今天呢是我们的波特兰缅因州第一集，我们就先去接他们吧。我们降落了，我们刚刚降落在波特兰的国际机场。那我们现在呢，要等飞机停到 gate， 停到 gate 之后，我们要去拿行李，然后拿行李去注册柜台，然后我们就要往我们今天的 destination Bar Harbor 出发。Bar Harbor 需要3个小时，所以还有一段路在等着我们，那就跟着 Take a break with Morning Coffee 的脚步。波特兰第一集 ，Let's go。欢迎来到波特兰，有没有感觉这里跟纽约非常不一样？这里非常 relax 的感觉。在纽约就是什么都非常 busy， 它就是赶，一直赶，完全没有 stop。但是这里就是非常 relax。好，那我们先去拿行李。然后再去租车，先这样，拜。现在要去 Red Eat 吃 Lobster Roll， 他是我刚才查缅因州第一名的 Lobster Roll， 至少我刚才查的那个报道，他说 Reds Eat， 然后刚好是在我们要去 Bar Harbor 的中间路途上，差不多1/3的路程的地方，所以就我们可以去一下，吃吃看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呢？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的第一站是 Red Eat， 它 Red Eat 是缅因州第一名的 Lobster Roll，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试试看，看它好到底好不好吃，但是它第一名应该是很好吃，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的。我们刚才 order 完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在等他的 order。那现在呢，我们这里有一个honey soda 的、green bee 的 honey soda， 然后它是 lemon steam， 它是 lemon juice， 然后 with honey and rosemary。刚刚那个老板娘她说我们在喝之前呢，要先 shake 一下，然后 shake 一下之后呢，再把它打开，然后对 ，shake 一下把它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呢，就可以喝，然后再。喝它应该会有一点就是 rosemary 的味道在里面，对，好，那我现在喝喝看。蛮好喝的，蛮 refresh， 就是我刚刚好像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叮到，被叮到，对，然后对，但所以现在很想，应该可能就是被它的 B 叮到。被他的 B， 因为他就是 Green B， 然后被 B 叮到，所以对，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推荐，因为他这个是 local 的，他这个是这里 local 自己产，然后我觉得还蛮好喝的，他就是 honey soda， 然后呢，我还蛮推荐，那大家就来看，就是我们点的 food，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点的 lobster roll，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桌上，就是我们有点 lobster roll， 然后有 tomato。然后这个 tomato 是他们自己种的，他们自己放种的。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很有名的blueberry cake。然后还有这里是 fried scallop。然后我们还有因为 patty 对，所以就是fish and chips。然后还有 onion rings。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蘸酱呢，都是他们自己 homemade。
回来这个 lobster roll， lobster roll 这是我看过最澎湃的 lobster roll， 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这样。然后待会再吃看，再跟大家说它的味道怎么样。来 ，follow 我的脚步。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回到Take a Break More Than Coffee 的频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Bar Harbor， 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叫做 Atlantic Oceanside Hotel。Yes， 来 ，follow 我的脚步去海边走。